这是一杯。收看，这是今天我要泡的老黄片哈。洗茶之第一泡洗茶之后的茶汤色，第二次闷泡之后的颜色，因为这个茶是2003年的，所以我会洗茶两次，试行两次。第一次跟第二次味道，茶汤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接下来开始进行闷泡。之前说过，盖碗它
因为它有个角度，所以要找到那个角度来倒出汤哈，倒汤这样会比较不会，它盖子比较不会滑掉。这是第三泡鼻，这是真正开始喝的茶汤色，非常漂亮。这是